在过去无量劫久远以前，那时有一位佛，名为一切至诚久如来。此佛寿命长六万劫，他在未出家前曾做过小国的国王。常遭恶业，恶恶相报，循环不止，以致生活穷困潦倒。现在整个国家也内乱动荡，国力贫瘠，岌岌可危。听说在你南边的邻国也是长期饥荒严重，你那批救灾粮送到后，情况改善了吗？为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，我打开国库，送去了几百车救灾粮。前些天，我想亲自看看粮食分发的情况，于是往南边的邻国走了一遭。Ah!
真可怜呐、如果这些民众能够学佛修善，就不会这样愚痴造恶，彼此伤害无上了。愿我能早成佛道，来救度这些造业的人民，要让他们全都能成佛，一个都不留下。假如我不先度尽所有造罪受苦的众生，令他们都能安乐而成佛道，我就不愿意成佛。当时，那位发愿要早成佛的国王，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。另一位国王发愿要先度尽罪苦众生，不愿先成佛的，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。Shama, shama.